我说了就是你打伞的那个，你给我呛呛，就是你，看什么看？啊，其实因为从小就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就感觉像是一个传承的感觉。那小严呢？从我还没出生，还没出生，还好还好。什么时候能让你看到了？什么时候能让你看到了？再好。哟，ugly，你丑，你啊，你丑，丑，你丑，你丑。开玩笑，我牧尘可是号称北陵境第一铁汉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我不会给你看的。哎，这，你看，这里面只有零食。现在我可以吹到你屋里了吗？就算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不会吃你们一口东西。真香，谢谢你们。你要说谢谢你和他，不过他没什么好写的。拜托，血神族很丑的，你看我。像吗？你是第一个不惧怕我的人。你长得很丑。你长得很丑。